部举办109年全民国防教育暑期战斗营，日前散训战斗营及宪兵铁卫战斗营分别于屏东、新北等地陆续登场。散训战斗营为使学员体验散兵地面训练的课程，空训中心散训组教官带领学员操作跳台侧滚、摆动着陆及高塔训练等课程，使青年学子体验散兵训练的辛苦，也留下一段难忘的回忆。另外，宪兵铁卫战斗营则安排青年学子们实际体验攀岩、垂降、手枪实弹射击及限制空间战斗的课程，在教官们细心的确保下，学员们不畏恐惧，挑战自我胆量，且安全顺利完成此次难得的。